食中生活。是不是很少呢甜品店會有杯水給你的？對，我好像未試過坐下就有杯水。我現在很後悔。你覺不覺得呢有些三個字就很大聲的了？對啊，他在寫說是不是之前推介的？對咯，那我們選這個咯，等一下拍清楚一點。嗯，接著還有一個。 OK， 他等一下有個兜給人裝袋挺方便。咦，是喔，很棒。原來是燒菠蘿的意思是個燒過菠蘿的。咦，很難聽喎。佢有先。哦，好。嗯，好菠蘿啊。嗯，極之菠蘿。嗯。嚇、啊！到底點樣食嘅嘢？咦，唔係咁容易喎。係咯。係咪要食底啲先食得佢嘅？係咯。要將佢移為平地嘅。我哋影相影咗少時間，融一啲。係，但係都融得幾快喎，因為都唔係影好耐啫嘛，其實。嗯。不過個就真係好好菠蘿咯。嗯。好香，跟住唔會太甜。嗯。不過真係菠蘿嚟嘅，個樣好搞笑。我哋去咬一啖。啊，好啊好啊好，真係脆脆地喎。佢上面有放咗啲糖，係咯。嗯。呢個好味啊！呢個幾好食。甜甜酸酸咁。係咯。不過係你冇辦法分到咯。嗯。定係我哋唔識。是真的分不到。蛋糕的側邊很漂亮。嗯，它是那些冻饼的嘛。嗯，摄那个东西在旁边。为什么这个雪糕这么有趣？它真的真的黏黏地喎，好似乳酪，幾好食喎個雪糕。但係呢啲叫乜嘢雪糕？唔知係黏黏地，跟住唔係好甜喎。我諗係真係炸出嚟㗎。哎呀，我試得俾你㗎啦。嗯。俾我試咗俾你。但係呢啲叫乜嘢啊？係喎，真係有啲乳酪味喎。嗯。佢變到好黏咯，即係個雪糕會。係咯，同埋唔係好溶喎呢個雪糕。跟住下面呢個。又是跟其實同個雪糕是差不多啦，係個味道唔係凍餅嚟㗎嘛？呢個係多士啊，嗯，出咗啦，係咯，總之同佢個雪糕係一樣味嘅，嗯，嗯，咁佢個杯咧，誒，我識得佢喎，咦係喎，誒，我以為奶凍嚟喎，點解係乳酪咯？我不知道它叫乳酪還是奶昔，即是它想表達，但是它是乳酪來的。乳酪來的，我只可以說它這裡就叫士多啤梨三重奏。它這個應該叫士多啤梨乳酪三重奏。 OK， 因為它真的只有三樣東西是一樣味的。是的，口感三樣東西是不同的，但是一樣味的。它這樣做了這系列的東西，它送一球雪糕給你，應該是一盒甜品送一球的。嗯，我們選了芒果。嗯，我們就是用了一盒去拍的。是不是摸鳳仙的味道？有少少，其實它的雪糕不同在平時你吃到的雪糕的味道，幾真，幾真，幾好吃的。